对这个两桥卡，其实根据着国内妈祖文化权威学者林木恒表示，两桥卡原本是要向妈祖来献关，但随着妈祖信仰文化演变，现在两桥卡是要来向妈祖祈福。同时，林木恒也表示，大家嘛，南下了境活动串起台湾人的人情味，因为沿路拢有真济信徒免费提供餐点，这是有真济参加要境学生、少年朋友感受特别温暖。看到大家妈祖的新桥来到，民众是真主动排规排排两桥卡。有妈祖文化圈位置称学者林木恒就表示，两桥卡由来原本是要向妈祖来献关，但现在已经演变成为着祈福的仪式。两桥卡伊原来意义呢，就是下愿还愿啦，就讲、是、你若有求于妈祖哈，然后如愿以偿了后呢，你就妈祖新桥经过的时阵呢，你拍个头卡，和妈祖做垫脚。表示家己很卑微，但即几年唔是即嘛，弄桥卡就变成祈福的方式哈。迄弄桥卡了后呢，就会当这个消灾解厄啦吼。所以你当看到真沿路民众真侪人伫遐弄桥卡，而且呢不止安尼尔，这个厝的若有人无伫厝的啦吼，去上班啦，是讲去做兵啦，伫外地工作，这个爸爸妈妈呢，拢会抱着厝的人的这个衫来弄桥卡，等于是间接得到妈祖的赐福。林木恒预告，每年大约10万人来两桥卡，有人是献关，也有人下关，是让人真正感受到一个简单的两桥卡，其实就承载着数万人对妈祖敬意，和想要得到妈祖保庇的心。另外更可贵的是，妈祖婆串起着人和人之间的人情味。就是昨下今日大家妈祖乱叫要经过门口，王太太只好着赶紧将准备2000斤的西瓜泡好信徒搬回来吃。今次在大厅经过庙埕，又搬回餐点，要对妈祖要向信徒来致邀，这款热情就让大学生感受真深。看到每个乡镇、每个聚落，他们提供的各式特色的餐饮，那他们都很热心的把他们拿手绝活的好菜都来提供给这个信徒然后让人家非常的感动。妈祖文化权威学者林木恒就表示，现在工商社会人和人是真亲疏，但在九江八脉照见期间，人和人的心是真相偎，主要就是因有共同的妈祖信仰，以及行宗教文化活动，事实上已经将过去真济社会人情味的普遍价值教育也融入当中。世新新闻陈康发，柯耀宏新港乡采访报道。